大家印象中的希拉里气质依旧，可是已经人老珠黄了。那么你知道年轻时候的希拉里长什么样吗？年轻时候的希拉里也是美丽动人的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希拉里年轻时候的样子吧。学生时代的希拉里，年轻时候的她不仅漂亮还很有才华。1969年她在美国耶鲁大学学习法律。1975年10月与克林顿结婚后，进入美国著名的罗斯律师事务所工作。希拉里被称为美国近代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之一。